在上期视频制作片里，我用一个剃须刀片和一些其他零件复刻了一个二战时期发明的简易无线电伞兵坑收音机，它不用任何电源就可以接收到广播信号。伞兵坑收音机是二战时几个驻扎在意大利的美国士兵发明的。1944年，盟军攻占了意大利的安吉奥滩头，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几个驻扎在这里的美军士兵在无聊的防守作战中想听听收音机解闷，但当时的普通士兵被禁止使用电子管收音机，这几个技术宅就想到了一种当时非常流行的简易无线电接收装置——矿石收音机。制作一台矿石收音机完全不需要昂贵的真空管等零件，只需要一根长导线、一个线圈、一个耳机和一块充当整流器的矿石，使用时也不需要外接电源。一根长长的导线加上连接到大地的地线，就可以构成一个简单的接收天线。广播电台发出的无线电波会在接收天线中激发出一个微小电流，只要天线足够长，接收到的信号就足以直接驱动耳机，不需要放大电路。有一些足够高的金属塔吊接收到的无线电波甚至可以击穿空气形成电弧。天线连接的线圈构成了一个可调电感，可以调节天线的接收频率。无线电波产生的电流通过耳机时，耳机也随之震动，那就可以听到声音了吗？不，这还不够。广播电台在用无线电波发送声音信号时，会把声音的波形和无线电波进行叠加，形成一个振幅随信号变化的电波。这个过程叫做信号的调制，产生的信号被天线接收之后，引起耳机的震动。载波信号的频率远高于耳机的振动频率，所以耳机相当于一个低通滤波器，只会保留信号中的低频部分。但是载波信号是一个高频正弦波，它的正方向的电流会和负方向的电流相互抵消，经过耳机后的信号平均值几乎是零，广播声音就完全听不到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叫做二极管的元器件。二极管只允许电流一方通行，这样只有正方向的电流会通过耳机，低频信号的平均值就不再是零，耳机也就可以发出声音了。矿石收音机中使用了一个简单的等效二极管，它由一块矿石和一个与之接触的金属细导线构成。方铅矿是一种天然半导体，它与金属线接触时，因为两者内部电子能级不同，接触面的电子会从一侧扩散到另外一侧，在接触面形成一个能量壁垒，阻碍电子运动。在两端施加正向电流时，能量壁垒减弱，允许电流通行。在两端施加负向电流时，能量壁垒增强，不允许电流通过。这样由半导体矿石和金属构成的结构叫做肖特基二极管。采用这种原理的矿石收音机结构简单，在当时非常流行。非常悲剧的是，当时这几个技术宅手里连最简单的方铅矿都没有。天无绝宅之路，他们灵机一动，想到了配发给每个士兵的补给品剃须刀片。当时军队使用的剃须刀片表面都有一层防止锈蚀的蓝色氧化层，许多金属氧化层也具有半导体特性，可以和金属刀片形成一个肖特基二极管。这群在安吉奥滩头的技术宅们就尝试使用氧化的剃须刀片作为二极管，再用柔软的铅笔芯作为氧化层电极，以防止氧化层被划伤。结果这么简陋的设备居然成功地收听到了德国在意大利罗马设立的电台。于是在漫长的深夜里，这群技术宅终于有了播音员甜美声音的陪伴。战争结束后，这种收音机的结构也流传了下来，因为它是在战场上被发明的，所以被命名为伞兵坑收音机。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用相同方式制作出的收音机依然可以收听到附近广播电台发出的信号。